大家好啊，阿龙现在在这个内蒙古鄂尔多斯响沙湾景区，也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啊。它景区的门票啊是80块钱啊，但是进来的时候呢有免费的这个大巴可以坐。但是如果说你要想坐一些那些索道啊上去的话，就是加50块钱啊，那是50块钱。剩下的它这里边分5大岛屿5大休闲度假岛。我在这个区域呢，就是一个叫做月仙岛休闲区。它的每一个休闲区域呢，你要是比如说你来度假的话啊，买80块钱门票，然后其余的还要花上很多钱，大概都是300-500啊，400-500之类的。然后如果说是一个散客来玩的话，大家记住了啊，就像大龙这样，只花80块钱门票进来啊，爬一爬这个非常高的沙，看看人牵这个绳在这爬呢，看到了吧？这底下是有一个绳索的啊。啊，这边还有几个小车，然后的话那边还有一些这里边的所有项目跟差不多啊，都是一些收费的项目。爬这个沙呢就是免费的项目啊，这是库布齐沙漠最东端，一会儿大龙就要从捋这个线上去啊，领大家看一看，爬一爬，感受一下很高的这个啊，大家看的人多小，是不是？而且他们景区啊有一点大龙非要吐槽一下，可能大龙会接下来传一个视频，就是偷录的那种视频。这个景区的交通非常不便利啊，大龙已经往国家旅游局投诉了啊。它的交通呢，你来这个景区必须要打车啊，没有这个大巴车。好，大龙现在往上爬啊。都说这个响沙湾的沙子会响，咱们听一听啊。哎，没响呢，是不是上面响呢？大龙去试试啊。哇，它这个绳子，这是爬沙漠的这绳子啊！哇，好粗啊，这绳子！哇，你要上的话，真的是啊，要把它撑起来，看上面都在爬，过瘾啊，是不是？咱们拽这个绳子上啊！哇，哇，这我拿那个什么好？摇大神儿，哎呦，这绳子好沉呐、啊！这绳子是真沉呐、啊，你就是走一轱辘捡起来那种感觉。哇，这沙不好爬呀，太高了。咱们就捋着爬吧，就这样慢慢走。哎呦我天，基本是45度角斜坡啊！哇，这天好蓝呐、啊，真漂亮！45度小坡，先爬一会儿啊，到上面来录。哇，还有这么远，哇，就我一个人，两条绳子，一边是下的，一边是上的。大家看那边山，两种颜色，哇，风景好美啊！我要上去了。真过瘾呐、啊！爬累了，坐歇会儿。全是沙子，太美了！今天风还不大，那边是一片区域，看那都是休闲度假的地方。那边有个索道，这边也有个索道，两个索道。哦。大龙上来了，看这是多高，看我的妈，得有个5-6层高吧，5-6层楼，挺高。这上面那边是索道啊，那边就是这个游玩的区域，好大的这个响沙湾这边这个沙漠。哇，上给大家拍一下。这很危险的，下面大家为大家演示一下，从这里下去感受一下。这是我的水。咱们去抢水。哇塞，好高的，第一次啊，感受一下。
我的血在那儿，太爽了，站起来，哇，完了，我整个屁股都脏了。哇，哎呦我，哇！我在那个沙坡头也没看这么高的这个沙漠啊，好高的这个，这是一个45度的斜坡。这是大龙的水。太美了，其实我真的很喜欢沙漠了，我已经去了3次沙漠了，每次感觉都不一样。哇，卡车，快到了。